开车听警广，路况不打烊。如果你需要知道路况，请把频道转到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，各地收听频率，台北、宜兰、台南、高雄 FM104.9， 新竹、台中 FM105.1， 花莲、台东 FM101.3。 我是宣明智，开车出门一定听警广。